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恭喜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八月初八哦，旧历的七月初二，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一位男子甲爸爸去做风工的石头，结果煞无小心去碰着电线，当场互电电甲死死昏昏去。好佳哉，爸爸赶紧甲后生 CPR 急救救回一命。另外哦，新港乡有一位翁爸爸，十二年前后生车祸变成植物人，这位爸爸就甲己 DIY 替后生做真侪服务哦，要陪囡仔好好来大海。福建乡的南外环道路讲通车一年，路面破损严重。港务处请专家来会勘了后，嘛答应哦，会马上拨经费来重新大修补。好，来讲起这新闻一开始哦，来看这八月初八父亲节，是来发生一件真感人的故事。一名姓尤的男子哦，讲甲爸爸去李林镇一处工地做这防洪的石头，那会知影哦，会遮尔歹运哦，这倒边的脚床哦，是去互两条这200里的电线甲电着，当场哦，人就安尼死死昏昏去哦，心脏搁停去。好佳哉哦，爸爸是赶紧甲后生进行这个 CPR 急救。救回好些性命。他在工地呢，被220伏特的电压电到。救护车紧急将患者送到病院，倒伫病床顶悬的优先男子已经强要断气。优先男子的身躯一直不断的颤，就因为中昼伫工地等食便当的时阵，卧病休困，煞叫两条里啊里的电线电着，当场是瘫软，而且佫出现心肌梗塞现象，差一点啊就无性命。好佳哉，爸爸当时想起曾经看过电视咧教人 CPR， 当场就对囡仔进行 CPR 急救。你小时啊，即摆就停车，就沙当当，对啊，啊就倒去，啊伊摆我唔知啊，我唔知讲倒，我坐铺开啊，对，啊唔就电足久诶。你看，无真掉了嘛？真个卡的，哎，你错，哎，你错，啊，电过过，啊，对，啊，我看无哩，我都叫你看住我。虽然叫电掉的时阵，尤爸爸冇去电掉，不过爸爸无顾进行救囡仔，好这个父亲节无失去心爱后生，做后生的当然是更加感谢爸爸。爸爸，父亲节快乐！谢谢你救我，谢谢。叫电电到，有些男子已经恢复意识，嘛无性命危险。伊嘛向爸爸讲父亲节快乐，来向爸爸感谢，和爸爸收到上好的父亲节礼物。大正新闻中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来看新港乡这位爸爸洪振福哦，嘛真伟大哦。讲伊的后生哦，因为一场车祸，致使一个脑部受伤。十二年来，这位爸爸就家己 DIY 替后生做真侪护具，予伊一边耍一边来复健，就算真辛苦，嘛将来拢袂挂忝哦。嘛，予这后生哦，是为植物人的状态进步到今嘛，有这三岁智能的程度。爸爸洪振福用手啊，甲行动不便的后生洪金玲把做伙，抓着后生的裤头，伊行一步，后生就退一步，已经辛苦复健十二年。我伊的身躯甲我身躯白条，啊，甲过安尼扭，徛一点钟，啊，歇睏半点钟。休困半点钟的时阵，还阁徛。后生洪金玲伫高中的时阵骑机车被弄作植物人，医生拢苦劝洪爸爸放弃，但是爸爸就是唔愿放手。专心照顾之下，后生的情况嘛慢慢好起来。不过一回想起来，嘛是再度的悲伤。叫讲讲都要放弃，啊，阮是讲啊，都还阁一口气啊，无好啦，无你尽量甲阮救看卖。啊，救的时阵，拢个一家个。护理长的时阵，拢出来讲讲啊，这算就中年危机了吼，你回去厝内底拼拼，当个只能回去。
爸母的辛苦，大后生洪金清拢感受在心。虽然伊爱提早担起经济担担，不过并无委屈，早就体认着爱照顾弟弟一世人。大大小小的杂事，必须要我去提早去承担的。爸爸妈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吼，当然体力方面负荷也，当然我身为大哥跟我弟弟，吼，二弟也会。以后的日子会尽全力照顾这个小弟这样子。洪金玲的弟兄已经进步到三岁程度，十二年以来，洪爸爸拢是伫帮后生复健当中来度过父亲节。今年因去新港乡模范父亲，予伊真安慰。但是上大希望嘛是希望后生早日恢复健康，全家伙会使快乐生活。早上新闻，淡水新港采访报道。同样真温馨又热烈的现场，还有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华县东部连续八年说来举办党员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活动当中又特别安排子女替爸爸来穿袜子，让子女会当更加感恩惜福。已经100岁资深党员在子孙的陪同之下来接受表扬，还有祖孙特别制作大型的卡片要来向阿公公父亲节快乐。温馨的画面，还有子女替爸爸穿袜子，让子女更加珍惜爸爸的爱。国民党彰化县东部表示，八年来彰化县东部都会透过地方乡镇东部的推荐来表扬每一个乡镇市的党员模范父亲。每一位接受表扬的模范父亲，不仅是资深的党员，更加是热心公益，为家庭、为社会付出。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是全国首创。因为党员同志对党的奉献付出这么多，更何况爸爸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也在小孩子的教养方面扮演严父慈母的角色，人格的养成，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有益的活动应该做推动。再来，我们对党员同志应该表示一定的尊重，所以我们乐意来扩大举办。国民党彰化县东部进一步指出，虽然这只是地方东部的活动，不过一年比一年较热闹，未来也将继续办下去。除了肯定党员的付出，也来凝聚着党的向心力。多谢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讲过了后，带乡亲来看这新北投车站要转去后头厝哦。台北市政府嘛，预计老车站会当伫即个2016年哦，百岁生日的时阵来重现风华。马上回来。大家好，向至安英雄致敬晚会即将登场，金曲歌王欧丽友、于台烟、陈随意、曾淑琴现场众星云集，带来精彩演出。8月10号，邀请彰化乡亲拿发票换入场券，一起来彰化县立体育馆向劳苦功高的至安英雄致敬。明道大学进修学士班申请入学招生开始喽，报名专线04-887-6660-1915。其实我对爸爸一直有淡薄仔怨叹。细汉时阵，阮爸爸为着家庭拼事业，伫外口走总常常拢看无着人。后来，伊阁投入政治，为着选民服务在奔波，连我想要甲伊食一饭吼，拢我做议员了后，嘛会当体会着爸爸的辛苦甲用心。伊是一个好爸爸，真用心的民意代表，相信嘛一定是一个真好的县长。现场哦，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在7月初3。根据这通书的记载，明仔在在位哦，讲在正西方，好时是在去9点到11点哦，下在党土加安城。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好，新闻继续来关心这政治方面的消息。民进党内哦，咱彰化县长的初选选情又阁有新的这变化哦。争取初选的市长邱建富甲立委魏明国哦，是联手来宣誓讲，为着避免初选来破坏和谐哦，这两个人将先来举行民调来决定参与这初选的人哦。那是输的人哦，将全力来支持对方，争取这党内初选的提名甲未来的县长选。新世代，新世代，新中华，新中华。看到新世代、新中华的口号，参加民进党内中华县长初选的立委魏明国、阁市长邱建富两个人联合宣布，团体合作才有赢的可能，决定要伫党内正式民调进行，两个人先采用对比式的民调来决定参加初选的人选，落败一方也会全力支持对方。我们都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以及使命感。要因为彰化从现在开始，要因为台湾从彰化开始，我们不仅要团结，要合作，我们更要建立更紧密的这个伙伴关系将来有机会执政。我们会共同领航彰化。市长邱建富表示，这是开创性的新作为，为着赢回台湾，必须对彰化开始建立这款良性的竞争模式。这是一个新世代、新彰化、新思考、新的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呢，应该会当呢为咱彰化、为咱台湾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机会哈。而且我们两个人来当呢团结合作，也应讲呢这个南北合作。团结圣贤吼，取长补短这个共赢共荣。两个人民调的结果，预估十月中进行地出炉，将会影响民进党党内初选的变化。今日两个人联合宣誓，诉求新，佮有团结的气氛，对党内其他竞争者形成另外一种的压力。不过最终，同款是要经过选民的考验。多中华新闻，淡水中华采访报道。再来来看这新北投的车站哦，讲要转后头厝啊。24年前哦，因为这运开通哦，新北投车站被台北市政府哦，讲以一元卖予这花大的台湾民俗村。伫咧经过这真侪老北投民众甲铁道迷努力合照哦，伫咧这父亲节了八月初八之天，总算是要搬转去北投哦。这台北市长何良斌哦，甲这彰化县长哦，特别员嘛亲自来到彰化的花大民俗。穿哦，更像这历史性的一刻。金捷老车站登去故乡，北投人是全江南下彰化花坛台湾民俗村。他好像被架走了，被架走了，我们是蛮遗憾的。那时候，那现在回来了，我看到这个，因为隔了十几年再回来，再看看这个火车站，我们觉得保存的还很好。1988年，因为起这运面临拆除的新北投车站，是由当年台湾民俗村创办人施金山先生甲几座车站刷到花坛。后来台湾民俗村因为经营不善，村内真侪设施拢被破坏，其中嘛包括新北投车站，将伊伫彰化县政府甲台北市政府努力之下，新北投车站要转去了。新北投车站呢？在我们有远见、有爱心的施金山先生，还有当时的台北市政府的努力之下，来免除了被拆除的命运。那在彰化县呢，完整的被保存了25年。我们很高兴呢，让信赖的火车站经过了25年的漂泊流浪以后，可以回到信赖的故乡。已经伫彰化24年的新北投车站要登去台北，台北市长嘛真感谢众人的拍拼，这座老车站嘛将伫民国106年的时阵重新甲大家见面。我想是在所有在地乡亲以及文化资产保护者共同的协助努力之下，我们恢复原来的面貌，同时把过去新北投车站相关的故事以及整个文化资产保护过程经验经历完整的呈现出来。事实上，台湾民俗村内底也够真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也未得到解决。关注新北投车站的慈善公司人员马东明要求，希望政府单位会当展现公权力，共同来维护文化资产。2016新北投街。大专新闻张世良回答采访报道。
好，说到来关心这个道路的品质，福建乡南麻圈道路通车一年哦，路面刷不三时哦，拢破高高，真危险哦。这个经过的欢迎了后，这公务处嘛邀请专家学者来召开道路的改善会议，初步是来判断哦，这道路破损是因为点啊加路这个地石都无够，以及地下水位高哦，这道路才会定定来破坑。过来哦，这个专长六公里的道路路段。干部处卖全部来补助经费，分期来做修补。福建南外圈道路去年在8月15日通车了后，六公里长的路面哦是坎坎坷坷，破了就补，修了又搁破，当一地塞一地，唔啦，歹看更加危险。破坑这么严重，再来乌白搭，这是时间的关系。公务处邀集这个专家学者来勘察，发现道路会破损严重，是因为地石都无够，以及地下水位伤过高来造成的。一的部分哈，以及处在50公分厚度的碎石脊背面层的部分啊，那路基的部分呢啊，据我们只了解，它天土有超过1公尺的高啊啊，它的而且它的地下水位非常高啊。那么当初有没有切实去做压实度的检验啊？如果有做切实度的压实度的检验啊，应该会发觉压实度不过啊，那么一定要变更工法啊，来加强这个路基的强度啊，加强它的 CBR 值，就是加州承载力的数据啊。来加强它的压实度。福建乡公所财源欠缺，根本就无在调来维修。经过反映了后，官府干部处表示，后续维修的县政府会全部来负责，绝对会先给乡亲一段安全的道路。比较严重损害的部分，我们来改善，马上下去改善。公所他有说经费不足，那不要紧，我们现场有指示要协助公所来办理，那么我们马上会去对一些比较严重的部分，我们来改善。那么这次呢，我们会由我们公务处来对整条路段差不多6公里长来沿线来做那个水位的建设。乡长连累上嘛，希望县政府会当赶紧转移管理权，接管这开支，品质又搁差的烂路。因为这修补道路哦，公所目前只存60万的工程费用通用，实在是无法度搁再管理这条，让因真头疼的豆腐南外圈。大中华新闻林冠英好兄采访报道。中华关运动休闲协会哦，为着鼓励民众加行出户外来运动，特别举办这板球垒球的锦标赛哦。咱先休喘一下，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小姐你好，你很适合当 model 哦，要不要拍戏拍广告啊？姐姐，今天有一家公司找我去试镜耶。这样子很好啊，可是你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求职陷阱非常多，也太恐怖了吧？其实啊，你只要牢记求职三大准备跟七不原则就可以啦。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彰化县政府关心您。明道大学进修学士班申请入学招生开始喽！报名专线04-887-6660转1915。加场加场，热烈加场！詹雅文《生命之歌》巡回演唱会，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拨打04-2323-2233台中广播。
高雄话新闻的现场，好父亲节了，乡亲是毋是有来关心到这个爸爸的健康呢？根据这国民健康局所做这两性健康调查发现哦，这男性的慢性病性经率哦是比女性高哦，因为这男性哦是常常食薰哦，啉烧酒加薄槟榔，加上常食这个热量真高的食物哦，造成这身体是伤过大苦，加骨质疏松，因此这六港基督教病院就特别来举办这三。官方地加骨质疏松健康的促进创馆活动，来守护这八百健康。鹿港基督教病院大厅人潮叉叉叉，民众排队，专业医护人员一对一抽血进行血脂检测，坐落来量血压，甚至民众爱将脚腿搭伫咧仪器顶端检查骨质密度超音波。这一连串的健康检查项目是乐基送给爸爸的父亲节健康礼物。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去做一个基本的检测，也根据你的骨质密度去检视你有没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因为现在在男性骨松，健保局已经有几副相关的药物可以来治疗这样的男性骨松。一旦能够预防，不要造成骨折而造成很多生活的伤害。那三高，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是我们国人现在心脏病跟中风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能够及早知道、及早治疗，我想这些慢性并发症，尤其是失能的疾病，绝对可以做很好的预防。用创馆活动的方式，和民众来了解家己的健康状况。真侪上年岁爸爸拢感觉病院真大心。这爸爸坐哦，阿妈感觉对孙阿安、对阿公的人、对爸爸的人嘛，足高兴的。真好啊！阿爸哥，第一为着咱的健康啊。根据统计，二十岁以上各达四成哦，拢有得到这个三冠一杯的几率。加上一家之主的爸爸，由于平常时拢真无用，伫咧趁钱饲家，袂少人哦，拢无时间来运动。除了伫咧饮食顶关，爱尽量食较清咧，加食些蔬菜水果以外，嘛爱定期来做健康检查。无爽快就爱到病院来看病。千万哦，唔通让这小病演变成大病，时间一久延误了治疗黄金期。大众话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过来来看这运动的消息，为着提倡这运动风气，中华关运动休闲协会哦，讲要伫咧这沿河棒垒球场举办五天的这协会杯万寿垒球锦标赛哦，总共是吸引二十队来报名参加。真侪人喜欢拍垒球，为着鼓励民众行出户外运动，促进健康。中华关运动休闲协会特别举办协会杯慢速垒球锦标赛，吸引将近二十队参加。这一段时间以来，整个台湾的气氛大家都觉得好像闷烧锅。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运动休闲协会举办了这个垒球赛，希望大家以球会友，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天还是一起来运动。我们小小的团体，然后变成一个球赛，以球会友，大家会感到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健康。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祈求有更美好的明天。参赛队员精神拢真好，伫阿未开始比赛就赶紧练习。透过运动，除了争取好成绩以外，主要的目的是要交流情感，以求会友，推动运动休闲的好风气。父亲节的前夕，利用这暗时，会当讲比较清高气爽的时候，来推动咱万寿垒球的风气，带动咱地方养成好的运动习惯，把咱所有的市民拢会当身体健康，祝福咱今仔日大会。协会杯万寿垒球锦标赛对八月七日到十一号连续举办五天，平日是暗时比赛，拜六甲礼拜是规天。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到沿河的棒垒球场来看比赛，为选手加油。大中华新闻，淡青中华采访报道。今日哦，这溪湖果菜市场的总交易量是七十公吨，总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5.4元。继续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菜上价41.3元，中价35元，下价26元。各类菜上价24元，中价18.5元，下价11.5元。包心皮啊上价17.5元，中价13.5元，下价8元。尾仔粿上价45元，中价36元，下价22.5元。
菜粿上价16元，中价11.5元，下价8元；桥啊上价60元，中价37元，下价18元；葱啊上价67元，中价59元，下价50元；菜刀上价70元，中价43元，下价30元。冬瓜上价17元，中价13元，下价8元；菜头上价13.3元，中价11元，下价5元；韭菜花上价64元，中价56.7元，下价53.1元；苦瓜上价60元，中价35元，下价16元。今日哦，这各地温度也是比昨较悬咯，温度上悬哦是来到33度到35度。中昼进前哦，这紫外线的指数容易达到一个过量级，提醒乡亲爱会记得加啉水，卖去予日头晒着伤。好，过来关心各地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8月7日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海破大宽屏，让你一个50元铜板就包台，收视率最好的 HBO 高画质频道组，赛事最热门的高画质运动频道组合，还有最豪华的新锐 HD 电影频道组，10台高画质频道限时必中，只要49元，快拨0809-009-658，海破大宽屏。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阿哥阿嫂，为何啊心操烦？阿杜胃酸胃酸稀，努力啰嗦，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姑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姑嫂嫂解心烦，养血够元气，调血保青春。以精打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姑嫂丸。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有效。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较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互你脚有力哦。红星大雄丸，红星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星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星明目丸上有效。哎，来见客陪啦！上油啊啦，我袂卡咩啦！你血爱痛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痛啊！过来吃冰段运动，你血爱痛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吃血爱痛。红星血爱通，目睭若健康，人就顺服。较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阁擦擦呢，这红星明目丸给我顾甲好势啊好势。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涩会花会模糊，这红星明目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星明目丸覆盖得志。乌桑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啊。嘿，唔较简单，吃大香丸就好啊。咱这款年纪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吃啥货？红星大药丸啊！吃大药丸就对啊啦。